过去有钱的都穿不上这样的东西。真是，没错儿，嗯。我们这会儿一就四五口人就住一间房，就他妈盖俩被窝，哪有一个人一被窝？全都他盖妈就盖俩被窝，我们哥五个，五个。仨人一个破被窝，你拽我拽的，哦，呵呵呵，真是。我爸爸是拉洋车的，哦，上哪挣钱给孩子？那会儿我上七八岁上简易小学，嗯。人有钱的呢，有房子，教4年级上简易小学。我回家一瞧好了，老爷子拉车还没蒸窝头，还没吃饭，这一苦再要上学去了，不吃饭中午吃不吃饭就上学。那会儿真他妈的苦，没法儿，哦，这哭都没眼泪那会儿，真是，嗯，太惨太难了那会儿，嗯，真是，这现在跟天上人穿的吃的，嗯，差太多了，也没哈哈哈哈，没法比，天上地下，是吧？差的天上地下了，嗯，真好，吃烤冷面。拉哎。出水都是咱，是多少人？没人管。没人管哈，嗯，太难了，嗯，吃烤冷面，拉出水来，风一吹子他妈咋的？哪有厕所？没有，全在外头，嗯，我现在瞧知道，人啊，穿的吃的吃，现在，爸。现在就哎老呦，爷子城墙，去养他回去了，行吗？那站得住还吗？这么行吗，长老时爷间，子？没事吗？冷不冷？再说没事吗？关键冷。啊，让他回去吧，说不行，到时候我怕，我不去了，不太行不行不行，了。对对，冷。您慢着啊。啊，行，谢谢。让他回去吧，就怕到时候岁数大了，老爷子98了，哇，98了，98了，哇，太厉害了，25年是吗？哦，98的老爷子了。哦，98了。我们跟城根住，都是穷人吃不成。对，站时间长了不行，带他回去吧，带他回去吧。谢谢您，大爷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大姐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姐，祝您健康快乐啊啊！祝老爷子啊，给老爷子拜年啊，给老爷子拜年啊，好嘞，好嘞，春节快乐，慢点啊，慢点啊啊！孩子给买燕窝吃。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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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